红衣女子跑到健身房，把头撞向店员腹部，试图冲破防线，进到店里，双方互呛，爆发冲突。 女子疑似不满被挑衅，还狂出手摸店员的脸，店家不生其扰，赶快报警。没想到警方到场，他又出招。你要逼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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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
陈姓女子在本月八日因涉嫌于店内偷窃其他会员包包，为原警依窃盗现行犯逮捕送办。陈女情绪不满，当场于店内滋扰。不止闹事，女子还发自制传单骚扰其他顾客，甚至冲撞店员，抚摸店员脸颊，脱序行径，被依社会秩序维护法送办。记者黄翔、傅王世涵台中采访报道。我是李依璇，主播工作对我来说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。张翰弄社会，大众关心的议题清楚传达出来，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，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。更多新闻，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哦。